我这个电话面试的一个经历吧，就是也跟大家分享一下，我觉得还是挺有意思的吧。这首先就是你还是照那个杨老师的那个制定的那个路线图，首先呢，对你对自己的简历要做得比较好，就是起码就是一个比较闪亮的一个东西。当然，就是我觉得大家可能不是很有经验的，还是要紧紧的贴住那个杨老师给的那个指导来做那个简历。做好简历了之后，还是杨老师的话，就是你要很熟悉你自己的简历，就是你要张口就能说，张口就能来，这个是很重要的。我星期五有一个电话面试，是一个就是在多伦多的一个这个 CRM 的一个解决方案的一个，应该不光是 CRM 嘛，它是整个 Microsoft 的 ecosystem 很多的不同方面的应用的一个solution 的 provider 嘛，它当然它也含有一些硬件啊，一些软件啊。它是整个打包给一个东西，但是呢，它我个人认为它应该就是一个软件公司，这些公司呢还是比较专业，它应该是知道的。就是在我面试之前，我感觉它应该就是一个比较专业的公司，就是一个 IT 类的公司，是一种所谓的乙方的公司吧。就它肯定对技术的了解，对技术的要求肯定是比甲方要高的。那甲方反正我有项目，我给 vendor 给 contractor 做完了，那肯定要求是不一样的。这后来就是他的面试过程也跟我这个猜想是有相印证的吧。首先呢，他贴在 LinkedIn 贴了这个所谓叫analyst 的一个 job description 呢，他就是跟我们的课程也挺贴近的，就是几乎跟我们的课程的要求还是很贴切。然后之前在那个面试之前呢，因为他是 HR 跟我联系的嘛，我在想，就肯定就是一些 behavior 的问题啊，就是说比较 generic 的，就是你怎么为人处事啊，怎么样跟人打交道啊，然后你对职业有什么规划啊，你喜欢跟什么人共事啊，这一类的问题。然后这个猜的也没什么差的比较远的地方，就是基本上也问到了这些问题。然后呢，之前的准备，反正大家上网去找吧，就是电话面试的一些题目啊，一些内容啊，大家去看吧，反正那肯定会有帮助的。你对这方面的内容越熟，你谈起来也有东西谈，然后呢，你也比较熟练，会比较有信心。另外一个呢，就是比较意外的呢，就是他也就是 HR 他问到了一些技术上的问题，这是我没有料到的。我因为那个之前的一些感觉总是 HR 嘛，他肯定不懂技术，他可能不会问到这个东西。他第一步就是通过 phone screen 的这种 interview 来，首先你这个确认你这个人合不合适来面谈。因为这个可能每个公司都不一样，所以说这个是比较意外的地方。然后他问到了几个地，四个问题吧。第一个问题呢，那个 plugin 和 workflow 是什么东西？大家解释一下。第二个呢，就是 person view 和 system view 是什么东西，有什么区别？第三个呢，就是那个 real time 的那个 workflow 是什么东西，有什么好处？然后是什么时候发布的？然后第四个呢，就是。把笔记本拿过来。第四个呢，就是你怎么样来 how to share a dashboard with a chart？就这么四个问题。然后呢，这个四个问题呢有深有浅。有些呢，像这个 share dashboard，我感觉好像是在那个我们那两个认证考试里面好像涉及到了，稍微有了一点印象。所以说。经过当然这几个问题嘛，有些我是知道，有些呢也不大清楚。譬如说什么 plugin workflow，像 plugin 我们老是在嘴边上说，好像挺清楚，但是突然蹦出来就是你要说出它的概念，好像你也说不清楚。还有 personal view system view 啊，好像你天天在玩，天天在对着这个东西。但是你要说按照那种比较标准的那种方式来把这个东西解释出来。给别人来说出来，那我觉得也是一个比较挑战的地方了。所以我觉得就是技术上大家还是紧跟那个视频嘛，然后把一些基础的概念掌握了，这个可能是比较重要的。四个问题，那四个问题，对。
多都看出来这个，都看出来这个后台，一定要后台资源，他就刚才资源。杨老师声音好小。对，这些问题可能都比较 fundamental 吧，就是比较基础的一些知识，就我们天天在玩，天天在弄，但是一下子让你说出来，对，可能一下子懵了。当然，就是有一些部分的我也是不知道的，好吧。他是不懂技术，实际上他是记下来了，是不是？他那个题可能是他在 screen 的时候是那个给他的，让他就几个题问一下，机械性的你记一下。只要你，因为他记的本来就需要准确性，至少你要说出来，对吧？很难说，因为他记的需要准确性嘛，所以没有问题的。那个非常好的分享，我们就是要这样的分享，谢谢谢谢。那个我想，那个博涵还在线上，他走了。哎，大家还有要分享的吗？这星期状态怎么样？学习有什么问题吗？我都可以提出来。就现在大家有什么问题吗？在学习过程中，然后那个，哎，怎么这开了是吧？放开了啊，大家都有问题吗？那个我们线上的同事，杨老师，我这有一个问题啊，嗯，就是在做这个，我想问一下，就是关于这个项目的这个 coordination 的问题，在你在做这种项目过程中，你会涉及到很多的这种像不同在不就 official team 的这种 coordination， 嗯，他们是如何来保证你的 coordination 达到你的 manager 给你的在 duty 完成的这个schedule， 就是如何能保证这个问题？我想问一下，你是怎么做到这 coordination 的？就是你比如跨区域是吧？不同的文化背景，对对，不同的语言环境，然后大家都用英语交流，但是他们的母语不是英语是吧？这个东西，问，首先我说这是个非常大的 challenge， 因为确实遇到过，对吧？而且 collaboration 是最大的问题，而这个 effort 非常大 ，communication effort 怎么来完成这样的一个就大家 collaboration， 一个是我们是一个是从一个明晰的，我们需要有一个相应的 process， 一个明晰的这个业务管理流程来完成它。还有一个我们从那个项目分配的角度 ，resource， 包括我们就是那个这个技术啊，技术 component 的分配的时候，我们要考虑到就是每个当地的一些具体情况，根据他们那个 technical 的一些 readiness 呀、啊，包括他们比如一些离 customer 近的，当然你的这个团队做这样的离做的工作离 customer 更近，那么后台的你可以放在远端是吧？那个而且其实在这个过程中，因为我告诉你，你在谈到这个问题，它这个一定是个 challenge， 但是你要有些举措，而且这个举措不是无解的，你解不到它一定存在。你说 communication 有障碍，然后大家的协作有障碍， 对不对？然后那说你只能这样，一个是你来优化一个 resource 的分配的问题，哪些资源适合做什么样的那个functionality 或 component， 这是一个。还有一个要明晰计划的问题，就在放项目管理流程上了，你要针对这样一个情况来 optimize 你现在的业务管理流程，让大家在这个业务流程上既要轻量，但是要有粘合性，让大家在上面一块工作，知道吧？那么说还有一点呢，就是说我们这是个 reality， 所以说那个在这个过程中，就自上而下的这个就是你的策略 strategy， 你要几个明晰。基本上这样的话，我想，能做到很好，能做到好许多，但是还是永远会在那，这是个 reality 的问题。那个，我想那个，我一你蒙下这个问题，我只能想到，因为我是怎么做解决的那时候，我们是 cloud， 我就是我你这样问题来嘛，我们是 work cloud 一个试域，那时候比如我那个中国、美国和印度。我们在同一个项目上来做，在一个同一个产品上做项目，那印度跟中国那就差两个半小时，那么中国跟
美国差12个小时，要下世纪差13个小时，那怎么一块工作呢？先但是在一个平台，所以我们要把平台分割，这是第一点。然后不同的团队做他们最合适做的事情，对不对？这是第一点，就是有的离 custom team 然后做 custom team。 还有一个这种 communication， 我们要有 routine 的 communication 的这种 platform， 我们要建立一个 communication 的 platform。 这种 platform 是一个是我们的一个日常的这种 routine 的 meeting 去用交流中心，还有一种就是 communication， 比如 email 啊这种 routine 的 email， 包括 status 的 update。 因为你那边团队下班了，这边团队才开始工作，所以 status 的 update 所以很重要，是吧？这是一大块。还有一个那个更主要的是，如果跨三个团队确实很难解，那么说最后我们就是一个是让一些更加边缘的不是实时性的工作，那全部划到第三个团队，那有两个团队主要来做主要的，就是这种实时工作强的比较的工作。你比如那时候我开始是印度跟美国，后来印度放这边，我们跟美国，这样的话你交流沟通就不用跨三个地区了，是吧？就两个地区。所以这个问题是蛮复杂的一个问题，还真不太有这个一个非常完整的解。说实话，因为确实能做了这些东西，但是交流沟通协作还是问题，一直是问题。最后那结果就是什么呢？最终就是把另外一个 team 完全 kick out 踢出去了，是吧？那这个确实，可以非常好的问题。你要让我现在整理一下，我们再整理一下这个问题怎么来回答，是吧？因为对方也不在给你弄。三杨老师，在我来说，我现在是就是对不起，就是我在实际工作中，我现在已经遇到，就是说，在前后的几个这个 project 过程中啊，我觉得这个 coordination 这一块呢，起到的分量非常大，因为我们不是单独的是一个 team 在做，是涉及到不同的 team， 不同的国家，甚至即便是一个国家，它有不同的那个 supplier， 它有共同的要协进，共同来做这种事情。那么这种，我们的工作又要基于他们的前提来做。如果他们不完成进度，没有协调好的话，那你后面的工作没法完成，你的没完成，最终没法向，你的这个 manager 来，汇报的。我觉得这个问题比较麻烦，就这个问题。这个问题永远都在那儿。这是那个，其实我就说 people 的问题，交流沟通，然后包括那个不同的 view， 不同的视野，这都不一样，知道吗？所以说那个那就是一种推进项目，本身就是在这个挤压的过程下面推进的。这你把它当成一种工作，这就是工作，知道吗？其实你要从改变交流工作成本非常非常高。一个到一个项目，越是往高层，大多的时间都是交流沟通了、协调了和那个妥协了、trade off 了。是的，我同意。是，那我想是有什么更好的方式能够？其实我跟你说，我给你拿个举个比方吧，这种东西你只能一 case by case。我给你打个比方，就是你不要去管那个大的环境，大的环境就是这样的，他们天天在这上面扯皮，互相的打架，互相的搞政治。这就是一个现实，对不对？但是我给你打个比方，我们反正，我一个朋友在 BC， 他是那个职位，然后 manager 他问我，我说不要干，但最后他最近有两件事情非常让头疼。虽然我知道他那个层面打架是必须的，他一个是企业内部打，然后他是一个 maintain， 他是一个运维团队，那跟开发团队也不打，因为你上线之后，开发团队就把交给你了，交给运维了，运维的时候你有 bug， 对不对？打，那他们也用到外部的资源也打。用他们用贵族资源也打，所以说那我这个非常好的朋友，他那个那些他就两个 case 上非常头疼。我就说这个中央，我给你一个 case， 你那个大的情况下你也解决不了，他们也解决不了，你们的老大也解决不了，他就是这样的，是吧？那在这个他怎么来解决？是，他在是一个两处打架的时候，那边 senior director 直接给他发一封信，所有的他上面那个在 loop 里面有几十个人，他就指他们这个部门说。你看你们没有这样的一个文档，一个非常重要的文档，是吧？然后呢这个文档呢就是说就是那个说出来很多文档，那这边呢你看两个部门之间，那边的老大指责他没有这样的文档，实际上是咋打这边的老大，部门的老大很不爽，是吧？但是无话可说，你说呢？你没有文档吗？那这是两个部门之间的一个 fight， 这是一件事情，他为这事情很头疼的，他做了很多工作，是不是做了很多工作，你说我没有文档，我好像在这么几十个人的圈子里头，几个大部门之间你把我否了，这是一件事。还有一个，他在
leverage HP 的时候，知道吧 ？leverage HP， 那 HP 呢，就是 consulting company， 他们就是这个制造矛盾，就是他们的工作，因为制造矛盾才有 benefit 嘛，对不对？哎，矛盾来了，人家问题来了，哎，他们不停的算的 consulting， 所以他们里面有一个 case， 这个 case 已经持续了三个多月了，就是一直 case， 然后在里面扯皮。也是一大堆人，你知道大的企业银行都是几十个人在上面，对吧？都是老大，扯。然后呢，我这个朋友呢，他没有这种 sense， 在最开始的时候，也不知道他怎么就被推到最前端了，成了这个银行的 content 了，知道吧？好了，也没有认明他是 content 的，但是那边那个 HP 那个邮件就 overwhelming 啊，一天收到几十封，哇、哦，给他发过来，所有的 HP 的组织那些人都给他发邮件，他疯了。这两件事情他简直疯了，那怎么来解决？我就说你要 case by case 来解决这样的问题，不要去，你这大的环境就是这样，你说你要改变，你说那些老大们都在上面不说话是吗？都不说话，可能都不 make decision， 这就是政治嘛，谁愿意 make decision 就得 take responsibility， 这个风险对不对？都不吭声。但是我那个朋友就在被推到前台了，对于 HP 你只要有一个人接球就行了，这企业就传球，你只要有接了，然后再 OK 是吧？那我的朋友你看他又被推到前，天天的球就到他这儿。他做了两件事情彻底脱开了。一个是因为他是微不足道思维，在那个上面都是老大，都是senior director 啊什么的，对吧？那那个 case， 那个老大不是点着他，你说你没有文档嘛，哎，很高兴。他就你就是要写一封信，就是你把那个文档呢 link 放在一个 email 上面，你就说哦，这就是那个文档啊，你什么话都不用说了就完了嘛，对吧？你管他那文档质量如何，是什么样文档 ？That's OK。那像一大群人，没有人去打开那个看是不是这样文档有没有问题，对不对？而且你也没有去，你只是说哦，这就是那个文档，是吧？你们可以在上面 reference。完了，他对方啊，那个是不是？这一件事很容易就解决了嘛。那么 H 这件事情，一天收到那么多封邮件，他疯了，他那个半夜三更的嘣嘣嘣那个邮件往外冒啊！啊，你要这个，你这个。上面所有的老大，双方老大都不说话 ，HP 那边不说话，都往他这儿扔球，这边说，那你就很简单。我说，你只是一个 contact， 你是个小兵啊，虽然他职位蛮高，那个，你就这样吧。我说你诚信了，你说哦，这个三个月过去了，我没有看到什么进展，但是呢，有 overwhelming 的 email 到我这儿来，然后我说你点着对方那个 account manager 的名字啊，因为他也找你嘛，那个 account manager 管这个 account 的嘛，我说你点的哦，说你呀、啊，就这个 account， 你呀、啊、去 leverage 就是。book 一个 meeting 去 leverage， 然后你们 HP 和这边的啊，这我这要你这或 management team senior management team together， 然后 to make a decision， 对不对？你就拖出来了嘛。本来这里是个 reality overwhelming， 是不是？大家都知道，把这个球踏踏实实的扔给那个 HP 的 account manager 手里，让他来做一件事。虽然这两件事他轻轻的砰就出来了。所以说，我哥说那个宏伟啊。就是我们那个事情怎么样，我们像这个 case 我们有那么大权力去改变这个现状，我们只能 case by case， 我们把自己做好就行，是吧？问题是就是说你我们的工作基于我们的这个他的工作，你的经理呢会认为，如果说因为他的工作使得你的工作没法再进行的话，其实最简单的方法，你会认为权力是不足的、communication commission 实质的，就是你在上面就讲 reality， 就讲事实，不要去那，因为你不知道得罪了谁会再得罪谁，是吧？我们中国人在这儿摸不清这个环境，就是讲事实，然后你把这个状态，你的 dependency 写上去 ，status， 现在你做了什么，然后 dependency， 你让这个大家在这个 loop 里面，就是我就说 keep loop，keep transparent， 让大家能看到，是吧？因为你是 dependent 他，那你就要让大家知道。让大家知道，那你只要他一般这边的管理是 keep track 嘛，你在一个月两个月前已经是这样一个状态，我 depend 你没有完成我没法完成，你的时候我就说我 depend， 所以是这样的。当然这不是一个初步的结果，因为你放一大一边老大都能看到，反正但是呢，这是一个状态，你要恰当的时候要 update 你的 information， 要在上面说话，要让人家看到你的 efforts， 让人看到你努力在解决这样的问题，但是呢巧妙的告诉他你有 dependence。对不对？是的，我现在也是就这么做的。但是你一直过了那个丢 day 了，可是问题是这个。那就是那我就说，你看啊，你就是在你要非常要 smart， 要不是 smart， 就我们要非常的敏感，就一个issue要出来了哈，一定要暴露它，这是很重要的。
因为大家不知道这个需求，不到突然爆出来，你就推到前沿了。就像我那朋友在开始找到他的时候，让他做 contact， 他应该非常敏感，因为这样的事情你能做吗？你有权利做吗？是不是？你没有权利做，你怎么能 take contact 呢？那你那时候就非常，他就接啊，人家让他，他就去干呢、啊，就成了一个事实上的一个 contact。所以说，在开始的时候，我们要预见，稍微有预见性。这个，你比如来了一个 case 吧，这个风险是，我们怎么消减呢？实际上就是 risk management。我们在这儿做职场，这样 risk management。在开始的时候，这个活到你这儿，这是一个球，职场就是球到你手里了，你能接吗？有的你不能接，你得躲开。你接了，你要马上传出去，这是你要做的。你要接了球，要传出去。如果你踏实，你就有个举措，你对不对？你不能让这个球掉不到地下，掉不到地下就是你的事儿了，知道吗？所以说，我们 case by case， 在职场中，特别在这边，确实是有很多这样的事情要做。项目上有 risk management， 我们在职场中也有 risk management， 对吧？你要预见到这个风险性，然后你要有举措，是吧？这是啊，是，在我来说，我通常都是第一反应会传递出去，但是问题是我的这个 dependent， 就是说我这个coworker， 他如果说他一直迟迟的不反应，我虽然一直在努力，如果他这样点他的名字，然后扩大化，就是这样，如果对我 excellent， 那你的头。是的，我也一直就这么做，一直这个 keep updating。那你要做到这一步足够了，你足够了，一直你解决问题，然后把大家都放在上面，你就足够了嘛？你还能做什么？你已经做到你能做的了，嗯、对吧？就是说你的 manager 其实你是不是你的沟通你的这个协调能力不足，所以说是其实你说出来，你在你的 email 上说的清楚，没有人会说你的协调能力不足的。其实 email 在让大家就是公开化，这边就是 escalation 扩大化。我告诉你，没有什么特别解决方案，就是 escalate 就是扩大化，一层一层的扩大化。然后你只要把 email 上写的很清晰，你的 dependency， 你现在的状态。如果 depend， 他一定会发毛的。这边是一个工作机会。你在那个大的一个group里面点我的名字，我就这样，你在一个企业里面，你太紧急的事情，你不点我的名字 ，I don't care， 对吗？我只要在那个 group 里面没有点我的名字，我都不在意。但是一旦你 CC 他也不在意，你要 CC 的话他也不看。但是一旦是点了名字，特别在一个大的一个 group 里面。每个人都会嘛，因为这边是就是扩大化，就 escalation 嘛，就是这边解决问题的方式，知道吧？但是你要扩大化要小心了、啊，因为你扩大化本身就你会得罪人嘛，所以你要在适当的 group 扩大化，是不是？所以这个里面这就是一个另外一种回事，跟我们这个课程没关系，是吧？那个这是另外一回事事情，是吧？这里面就是有很多这样技巧性在上面啊，嗯，是的，是的，嗯。哎，杨老师，我有个问题。嗯嗯。我有个问题问查理，就是那个德语是吧？啊，对对对。啊。就是问查理，就是说啊，如果 HR 问，就是说你这个法医的项目，你的 challenge 在哪？就是这个问题该怎么回答？这个问题非常好问题。那个查理 challenge 是你在做法医这个项目的时候，我问一下查理啊。哎，听不清。变了，杨老师，你的查理就是说呀，这个这次我非常认同查理，他最大的挑战就是这个技术的多样，这不是多元，就整体非常多的技术。虽然这个项目不大，你看到了吧，但它覆盖面非常广，所以它几乎是对 CRM 平台的最核心的技术都覆盖了。所以这是最大的一个 challenge， 因为你做一个平台，你不可能什么都懂，是吧？不可能样样都懂，所以你就光是电子签名，你要真的钻，你像查理钻的还很厉害的，真的要做起来，确实要花很多功夫，是吧？所以这个是最第一个挑战，就是整个的它的技术啊，要覆盖面很宽，是吧？泽宇，这是我非常认同。我刚才也是这样，就大概有这个印象，也是这样。还有其他吗？它有里面有 coding， 有 out of box， 有包括有那个 data modeling 设计啊，还有很多其他的，就是不是那个 CRM out of box 是自带的。你想，这个电脑签名是不是它 out of box 里面的，是吧？所以这些东西它有很多很多的额外工作要，而且它不是它的思路是你是要研究的，
所以这都是他的 challenge。 那个用英文怎么诉说这个成就，或怎么说它的覆盖面广？不是，你说 how to leverage overall dynamic CRM platform 是吧，然后那个 a lot of different technologies and some come from out of box, but some we have do customization development 是吧，by JavaScript or C Sharp, 就这个你可以这样来说是吧。嗯，好的好的。还有问题吗大家？但是我还有最后一个问题，就是如果就像刚才你提到这个 requirement 的重要性，确实是的，我认为是非常重要。这个如果这个 requirement 的发生了变化了，就是 changing 的话，你将会有什么样的后续反应？那个再说一遍，没听清楚哈，宏伟，你再说一下啊。就是 requirement 的，就像您刚刚说在课堂中讲的这个 requirement 的重要性，requirement 的非常重要。如果说在项目进行中，你这个 requirement 发生了changing 变化了，那么你将有什么样的后续反应？我就想听听。那个、requirement 是这样的哈 ，requirement 变化，你看我们讲到那个 project methodology 吧，是不是？然后有那个有 agile 的 model， 就是 scrum 的 model， 还有那个 incremental 的 model， 了解吧？其实 requirement 的 change 是一个常态，就是你在项目中 requirement 一定会 change。而且 requirement 是项目失败的成绩是最大原因，所以说往往伴随着你比如你那个我们说迭代那种管理的方式，都会有一个 requirement change 的一个 management 的一个 process， 都会有这样的 process， 了解吧？你要对这个 requirement 来了 change 了，你要 evaluate 它，然后呢，最后你要评估出你要多少的 efforts， 它的风险，然后最后到这个就是个 change 这个 requirement， 就是requirement change management 这个 process 里面来走一遍，让大家来 approve 的，因为它有可能会影响到项目的计划时间、交付时间等等等等，对吧？所以说它会有专门的一个业务流程来管理这个 requirement change 的。但是有的阶段是不能改了，你像在 sprint 里面 requirement 是不能 change 的。sprint 里面，如果说这个 requirement 如果它坚决要 change， 那这个 sprint 就终止了。对，一种翻地的变化，一种大的根本性的变化。就是说这个 sprint 就失败了，就终止了，从头来了，知道吧？在 sprint 的这个里面，在我们讲 agile model， 在里面是这个 sprint 是没有这个 requirement change 的。但是 sprint 它非常的灵巧，你不能说到 requirement 它可能有变化，对吧？你可以在 sprint 来实现，但是你要谈到真正的 requirement change， 在 sprint 里面我们是不太支持的，是吧？了解吧 ？sprint 在那个 scrum 这个 model sprint 里头，行吧，今天我们还有问题吗？我们时间又说了啊。杨梅老师，我有个问题。嗯，你说那个。对，刚才查理做的那个项目，就是我们在做这个项目的时候，就是我们自己会，比如说做完了之后，你会有一个这个检测嘛？就是怎么样能评价说我们这个项目，你觉得做的还可以？是说我们。我们把所有的 information 都 cover 掉，还是说里边的重点要挑一下，还是怎么样？就是怎么样？我觉得就是重点嘛。其实这个项目做起来挺麻烦的。那个像查理他第一次展示，他说到那个 fancy role 是吧？其实非常好。第二次展示他那个电子签名，其实就是这个项目。你看，看查理也建议大家一定要做下去。这个是一个 full coverage， 非常好的项目，很精，但是很全面。他这个做完之后，对这个平台了解都很透了，就是没有问题。所以说，就是我们怎么来评价这个项目？就我从我的角度，一个你只要能走下来60-70%，然后你能很好的 present 它，然后大的技术点呢都掌握，对吧？然后你从这个感到找到一些做项目的一些感觉，然后通过这个平台能有70-80%的了解，这就是很好了。我们这就是做这个项目的目的，是吧？你可能很多技术点，你刚才电子签名要花很多功夫的，你不一定都 cover， 知道吧？它主要的 cover 就行，主要的业务流程，主要的 security model， 然后 BI 怎么做 BI， 包括你怎么 build 你的 entity 是吧？它怎么 entity， 然后整个的 work 后台的 workflow， 像这些主要的你能 cover， 基本上这个平台的啊主要的技术框架就有了，就够用了，在你的工作中就足够用了，是吧？好好，谢谢明老师。行，还有问题吗？没问题，我们今天就结束了啊。